年快乐！您现在收听的是 Hito FM， 我是佳佳。我们是 Maska 乐团，今天是特别的除夕夜。那在我们的新专辑里面呢，有一首歌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适合过年的这个气氛，因为那首歌呢，我自己觉得它是充满一个正面的能量跟希望的。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。那也送给大家，这首歌很特别，我是全部用母语写成的，它叫做 Vow Vow 你。来是我们的第二张新专辑，叫做《Vow Vow 你》，耶，好好听哦。是的，那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个希望的感觉啦。那其实这首歌我要特别的介绍一下，就是说，《Vow Vow 你》是一个台湾族的名字，是一个小女孩的名字。哎，那我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呢，这个小女孩叫 Vow Vow 你，歌词也是意思就是，她一大早起床啊，就张开眼睛就看到妈妈帮她准备了新衣服啊，然后感觉到她的阿嬷也在忙啊，煮东西啊，她爸爸有在忙着弄着一些打猎到的一些动物啊，处理一下他们的尸体哈、哦，然后啊不对吗？哦、然后对，然后她就哎怎么家里很忙，然后她还跑出去外面看，哎，然后全村的人都在忙，然后跑到会所啊去看的时候，集会所。然后很多年轻男女在那边唱歌跳舞，他觉得非常热闹，于是就跟着玩了一整天。然后回到家之后又问他妈妈说，哎，妈，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这么忙碌呢？妈就告诉他说，今天是丰年祭，所以这首歌就是《娃娃里的丰年祭》。那大概意思是这样。那么其实在过年的时候，刚才像阿辉讲，每一个部落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嘛，对，就像可能我们部落就像好乐迪一样啊，对，然后那个资本啊阿修他们的部落就像拉斯维加斯，嗯，对，因为他这个赌场的非常的这个不一样的景象、嗯、哦，那阿辉他们家就是可能像伊拉克啊、哦、因为大家都在玩鞭炮嘛，哦、嗯，对，战争啊，对，那跟南网一样，南网他们是科威特啦，哦，就是在误打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很难忘的事情，像你讲一下，你讲一下、啊，你之前告诉我，你有讲过一个超好笑，好我真的笑到流眼泪。不是啦，就是说，我、哦、有一个发生一个难忘的事情呢，过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跑去我的这个舅妈家吃饭哈。哦，我舅妈呢就有一个女儿，就我表姐啊，她带了一个外国人的男朋友回家，哎、嗯，那我们就在
旁边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啊聊天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她男朋友就是说诶，想要练习骑摩托车嘛，然后就想说啊，那你骑去旁边的杂货店买东西好了。然后她男朋友那外国人啊，老外，他叫什么 Jason、哦、他叫 John、哦、John 他叫 John、对，然后他就骑我舅妈的摩托车去买菜，他骑呢发动，他就我们就看到他就直接捶油门，然后直接冲撞我们旁边的那个花圃，然后我们整个都傻眼，都吓一跳，然后他就倒在地上流鼻血，然后我的表姐就冲过去 Oh my god John， 然后那个 John 一直流鼻血Oh my god， 然后我们那个舅妈就很生气啊，就跟讲说你看看我的摩托车都坏掉了，谁叫你要给他骑摩托车呢。对，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齁、哦、其实外国人我发现很多不太会骑摩托车的。对啊，那我觉得是个非常奇怪的景象，地方那么大怎么不会骑摩托车，就是因为可能太大，所以他们都不屑骑摩托车，因为太不屑骑摩托车，对，所以就流鼻血。 Oh my god Oh my god 对对对，还好你那个舅妈没有冲过去，那个花圃有没有怎么样，花圃坏了、啊、花圃坏了，对，全部都坏掉，所以他很生气啊。所以刚刚讲到外国人、哦、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唱一首英文歌、嗯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因为而且这首英文歌我自己就是改编的非常喜欢，然后有佳佳的声音去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。太好了，其实我们以前跟佳佳有合作很多次了，那么借由这一次呢，再一次重现给大家听啊、哦。好的，那这首歌是比较耳熟能详的，这首歌叫做《Me Best Dad》。谢谢我们泰国的朋友啊，谢谢你哦。Stand by me。Stand by me。Oh yeah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stars喜欢，因为这是 Masca 特别的编曲，然后它有另外一种狂野的
感觉，我是觉得比较适合佳佳的感觉。对，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有 only 属于他的感觉，是量身打造的。他就是一个制作人的一个人。不要这么说，你不要突然间有女人上身好吗？一定要的，就过年嘛，特别节目嘛，就是大家特别一点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阿兄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告诉大家？特别、啊。过新年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过年啦，对呀、啊啊。你那吉祥话，刚才我讲滑滑溜溜。对，滑滑溜溜。还有什么？蛇年，不要虎头蛇尾啊。嗯。不要什么都。讲什么啦？对呀、啊。我们大家就冷场这方面。说真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然你们可以讲奇幻动物园。哎，蛇啊！你真的又冷了。蛇啊！大哥，你又冷了。好了，算了，我唱歌好了。我唱完这首歌，我们进广告好不好？对。这首歌是啊，我讲介绍一下这个朋友，他叫做阿路，然后他是。也是南王的奇葩，然后他写的这首歌叫做《天使》。这首《天使》呢，他是在讲他的初恋情人，一个女生。这首歌很轻松，希望大家听了也会很开心啊、哦。生活还是没变很多，单车的链子脱了又脱，一个人坐在速食店的巷口，仿佛还看见我和你走过的地方不算很多，海边的狮子想你也想我，从没有想过未来怎么走，就交给命运自由的操控。他也许难过，把他都相信我，记忆中他没有离开过，他是个天使，天使轻轻地划过我的脸颊，转过身来，原来是片叶子，哦，叶子，不知不觉会偶尔想起那段有你的日子。啦啦啦啦哒，啦啦啦啦啦哒哒。爱总是让人失去了行踪，哦哦，也许是自己。担心了过头，想太多，说说到底给了你些什么。新年快乐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， 我是南王 Beyonce 佳佳呀，我们是 Maska。那今天是特别的这个除夕夜，没有错，相信大家现在一定是在吃吃喝喝，因为大家聚在一起一定会难免的小酌一下，没错，那么那么久没见一定是变成大酌的，大家就不要骗我了啦、哦、你们一定是在宿醉，那宿醉的当下啦、哦、那我们带来一首歌曲、哦、让你们更想吐、哦、因为这首歌也是在讲到这个酒、哦、那这个酒很特别，它叫百米酒，是出产于部落才会有的 哦，我先带来一首歌曲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听听看哈、哦，吐一吐会比较好醒啊！来，哎呦呦哦哦，百米酒，我和你没有人能够比你强啊！我为你痴迷，我为你疯狂，真叫人如此着迷。Oh, 一杯一杯，我不介意，没有人能够阻
碎了，没有人理我，千杯万杯再来一杯。One more time, baby, one more time. 千杯万杯再来一杯。听到这个白米酒有没有更想吐呢？各位在宿舍的朋友，因为你已经喝了一整晚的酒，然后早上起来又听到哇，又是酒。书上有说哈，吐不可耻，可耻的是你吐了不再喝。这个是哪一本书？你要告诉我吗？哪一本书？那么说实在，除了过年大家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还有一个非常大家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红包。答对了。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要发红包给你们，嘿嘿嘿，我们准备的红包里面有齁，我们 Musk 乐团准备红包里面有签名的这个 CD 要送给各位。好棒哦。对，我也有准备。对，除了我以外佳佳也有准备。对，我的红包是一个秘密礼物。对，好的。对，那要怎么样拿到这个红包呢？其实现在呢你就打简讯 Hito 神年快乐，除夕我要佳佳Masca 的红包传到0976518518，你就有机会把我们准备的红包带回家哦。那如果说需要详情的话，请你上 Hito Radio 的网站来查询。是的，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我们的各自的红包。如果 CD 签名的哦，对，还有阿修的。是的，前五位的话可以得到 Masca 乐团的这个阿修的1月到12月份去年这个精美的写真。那么 对他除了在乐团是贝斯手以外呢，嗯，那我们是出国，他其实还有个另外一个兼职的这个模特儿哈，好棒，他外号叫吃椒哥，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一下。椒哥，对，吃椒哥1月到12月份各种吃香蕉的方法，哦，他都会教给你们。 OK， 那我先传给他好了。哦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私下解决，私下解决。好，对。那我们再来唱一首歌啦。是，我们两个有合作过，就是，一起创作过一首歌，对不对？有。我们唱给大家听哦。四块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您。嗯，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啦。直接唱，那 1, 2, 3，来。山神在眷顾着他，海浪带领他一起波动，他温柔浪漫，敢爱敢恨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 Yeah， 他说没在怕的。 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， You know who献给我们天上的好朋友。对，除了献给我们的天上的好朋友以外呢，也献给我们周遭所有的亲朋好友们。对，那么真的是 love you no 哈哈，什么意思啊？爱你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我们的英文不是很好啊。是。那么其实这件事情说很容易，做到非常难，因为要开口说我真的很爱你，是一个非常是很
困难的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尤其是容易是面爱面子的人，其实是是是，因为世界上你啊他 yeah 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这个爱冲在世上，有亲情的，友情的，爱情的，对，同性的，什么很多，不管异性男性女性，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存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错的。哎，所以大家其实有机会真的爱要继续说出来，因为怎么知道哪一天他就不见了。对、啊、对对 对, 对，那好了，我爱你，大过年的不要哭了啊、你在说谁呀、我爱你，讲一下泰文的，怎么讲泰文的，泰文的我爱你怎么说 I'm pen谢谢啊、谢谢他一直是说我很爱你这样子啊，那谢谢我们的泰国的莫少聪，谢谢你哦。是的，那么紧接着 I love you know 哈哈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在部落唱歌其实非常的轻松愉快自然的，而且非常的随意，我差一点讲随便啊、那啊，我想唱那个、我想唱迪马，迪马你看就是要这样我先唱一个地麻，然后等一下你再唱另外一个地麻，反正好时间是我们的，不管，对，不管。地麻呀，地麻草来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那。其实这首歌也是来自台湾族的这个的歌曲，对，它比较像民谣了，我觉得民谣，对对对，比较像台湾族的民谣，因为我们不管是结婚还者是不管什么祭典庆典，我们都可以唱这首歌曲、那这首歌主要是在赞颂人家说、迪马是谁的意思，是谁那么厉害、对，那么漂亮，说阿拉是的很厉害、啊、很漂亮 对,、对，这个是赞美的一首歌曲，希望大家过年都是很开心啦，就是能够受到赞赏，不要一直说不好听的话，在过年的时候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么大家刚才唱了一首台湾族的民谣古调哈、那我们来唱一首卑南族的那个《马里嘎萨》。今天是要怎么样？好哎、太好了，耶、哎呀，
超级欢乐的，有一定要的、啊、好啦，我们进广告。蛇年到，新年快乐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ty Hay Hit Heaven， 我是佳佳，我们是 Masca， 今天是除夕夜，现在就编写简讯 Hit 蛇年快乐，除夕我要佳佳 Masca 的红包，到0976518518，你就有机会把我们准备的红包带回家，请记得要上我们 Hit Radio 网站查询。耶、yeah, 好棒、哦、好不容易耶，其实他来台湾已经差不多有20年了所以他现在中文真讲得非常的好，我们在这边恭喜他，而且他认字也认得很多。对，而且阿辉刚刚直接讲 Hitty Hay 是什么东西，你刚说 Hitty Hay 吗？对，因为他们那边的发音是比较不同的对，所以 OK 的，我们可以理解。今天是真的是很愉快 的除夕夜，然后很开心可以跟我的妈吉好朋友们一起上节。是的，这也欢迎大家来到 Hit FM 东南亚时间。OK， 现在在播的这首歌是佳佳的《忘不记》专辑里面呢，由严爵编曲的《花火季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有浓浓的中国风味。嗯，也可以很应景啦，就是因为除夕嘛，就是中国人的过年，中国人的过年。对，我们来听一下。Yeah， 这个是佳佳的《花火季》。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叫做 Gurari。Gurari 是谁呀、啊？那其实这首歌就是我拿借用我妈的名字来写这一首歌曲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它是叙述，我是看了一个电影叫《蓝丝绒》哦，《蓝丝绒》嗯，他们在叙述一个女歌星啊、年轻的时候风华绝代，一直到晚年就是比较没落了，她这一生的一个。后半生的这个情景，嗯，对，然后他一直很纠结在亲情、爱情，还有他的事业上面这个挣扎。那么，我是用浓浓的这种拉丁的风去把它诠释这一首歌曲，那更显得他有这种有点凄凉的这个美感。嗯、对，那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《古拉丽》，来自于拉丁的《古拉丽》。多少次想到他自己觉得委屈，就像溃堤的河川一直翻江在脑海里，你说他呀多么入戏，演得自己是如痴如迷，演啊演演出他不平衡的心理。新年快乐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Hedo FM。 呀，再过几分钟，是的，就要进入明年，是的，好开心哦，好快哦，非常开心、啊、小龙年这个蛇年、啊、哦，那也非常感谢这个听众朋友收听这个今天的 Hit FM 过年特别节目东南亚之夜啊、哦、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强的阵容在这边，比方说泰式莫少聪，是的 OK， 我的泰式莫少聪，比方说菲律宾比昂斯，菲律宾吗、哦、不是啊、哦、比方说对不 对还有什么 对南王比昂斯、啊、对不对，东部的东部的巴马利是不是之类的，还有侧面的蒋友柏、啊、他真的一半的越南蒋友柏OK 越南越南蒋友柏，哎，我们来跟大家说什么我们的心愿好了，好不好，对对，美国用自己的语言哦，什么美国好哎莫少聪，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心愿吗，新年的今年的心那个心愿啊，好谢谢，好我们再问一下没有啦，说真的哦，今年的心愿啊，是希望能够到更多国家演出哦，好棒哦！那你呢？泰国院呢、啊？你也是想要去泰国院、啊？回国哈、啊，想要回国，要回国办一个大的演唱会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呢，机会的话。哦，那老师呢？那其实他们讲的我都有了，那我就补充一个比较个人一点的，好，
比方说其实我今年很想好好的跟很久没有联络一些好朋友聚会一次、聚会几次这样子，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朋友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宅的人、因为很爱在家里，所以不太常出去。嗯，哎，所以我今年想做一个 Me too。 对对对，就是好好跟朋友哎聚会一下，聚会一下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这个过年其实这个算是心愿吗？其实你等一下打电话找一找就有了。哎，不见得啊，真的不见得。这什么心愿？不是，有时候朋友也没有时间啊。你什么朋友那么忙？有很多啦，好嘞，像我们那边的啊，赌博的啦，像他们拉斯维加斯的忙啊，对啊，还有在讨债的啊那些的。那我个人的心愿是希望今年呢，就是可以有新的第二张专辑，然后也可以请到我的很多的好朋友来帮我跨刀。是的，我现在这样子讲一讲， yes. 其实意有所指啦，就是说哈、哦，真的，就是有些人不要就是一直在那边装忙装忙的。Yes。就是时间到了就应该要看一下，要出现，要出现，不要过年一年才见一次面，怎么回事？对对对对，对对？那大家说，如果真的想要马子卡跟佳佳的红包，一定要编写简讯，然后要不然就是请上 Hito Radio 的网站来查询。Yes， 拿到了这个神秘礼物。Yes， 什么啦？干嘛哈那啊那嘛？然后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好好的祝福各位听众们什么？新年快乐！我是佳佳，我是 Masca 乐团，拜拜，拜拜。